上来忏悔法官已经处处在嘉义县中埔乡良兴村一公司两方法会中参加法会，各善信之历代赵牧总亲，各善信之累劫完亲借助，各善信夫上之地基主，各善信及母主被堕胎流产夭折之婴儿，各善信所杀害邪憨之一切众生，一公司功德登上各善历代赵牧总亲，一公司敬礼地基主。山神、地神、石神、树神、草木神、水神，一公司建筑期间有意无意为骨伤杀之众生，一公司境内欲求解脱之众生，护持一公司各善神之历代朝暮众亲开累劫完成借助，处处发挥中护持人员之历代朝暮众亲开累劫完成借助。赞助慧深佛教基金会各善信之历代赵牧总亲开累劫完成借助，台北市仁爱路莲花精舍境内欲求解脱之众生，台北市五行街净莲念佛会开地藏殿境内欲求解脱之众生，嘉义县中埔乡境内附近欲求解脱之心机及一切众生。嘉义县中埔乡中正路再来排水沟，境内欲求解脱之众生，护持一公司三门及土地之心机及欲求解脱之众生，处处发挥中老下五下之一切众生，十方法界无数男女孤魂乃及十方法界天龙八部护法心机等众。累世修行中，知见错误，对落至一切众生；累劫共业所相杀至一切众生；世界各地各种灾祸中，罹难至一切众生。历劫以来，世界各地战争死难之众生及无辜被相杀至一切众生，因新冠疫情死难及实验相杀至众生。向一公司求解脱之所有一切众生同知，佛净土之为教也，仰成阿弥陀佛四十有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凡具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五顶众生信有往生之分，人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亦是随心自现，感应度高。我们现在虽然说我们念佛一定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呢一定在我们临命中的时候来摄取我们。事实上，我们不要说等到一口气不来要往生，才要阿弥陀佛来接引。假如我们现在不种好的因缘，经常还有杀生、偷盗、邪淫种种不对的事情，你想想看，你要往生的时候，所有的冤亲债主都要来拉你。所以呢，我们要相信，我们如果时时刻刻都跟随佛菩萨的慈悲理念，爱护众生，救度众生，相信呢，我们有感应道交，这些东西呢，不是从外面来的，是我们心念里面完全都没有走掉。你看看你在开车，你说安心啦，我开了二十年、三十年都没有问题，只要你心一放松了，可能是到悬崖你就下去了，可能呢。你就撞到墙壁了，或者像现在也有很多人，中间那个，你看看种树的地方，还有那个红绿灯的那个地方，明明你应该要停下来，你都不停下来，一撞就撞死了。所以
训练呢，主要跑掉一点点。你不要说啊，不要紧啊，我现在放纵一点，或者是今天有众生，很多人说没有在活菩萨面前了、啊，你跟他请假了，你现在可以来吃一点点。哎，我到美国去，在西雅图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家，他就自己有船屋。那晚上呢，鱼都跳上来，他说你看看师父，你到我们这里来，那个鱼都自己跳到那个船屋上面来，要给我们吃。他说他自己要给你吃，你又不要，为什么你不要跟活菩萨请假？好了，我如果要吃你的孩子，我暂时请假，今天我不发慈悲心。你的孩子要让人家吃吗？你断了一个手指头，你都会觉得很痛。那我常常讲，你叫人家说你不要紧了，方便去吃。如果你叫人家方便吃，人家没得吃，你说我身上的肉都可以割下来给你吃。你没有去伤害别的众生，没有罪，因为只有你本身的这个肉，你愿意让人家割来吃。可是你可以吗？你是叫人家吃别人的鸡鸭鱼肉，哎，哦，甚至还有些人很残忍，孩子在胎里面把它打下来，我就看到有用那个炖锅哈，在某一些地方，两三个月吧，就把它炖来吃了。你想想看。自己的孩子如果要死的话，呼天抢地，宁可自己呢能够去替他死，那别人的孩子呢？你家的宠物，你都他有病了，你花多少钱你都愿意把他救起来，结果别人的很健康的，你非要把他剁来吃不可。到最后，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去受报吗？所以我们应该要知道要信伊是随心自行，感应道高，究竟非常活的。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之不行，则不生其行。行者令言经文，多劣逆君，正念相继，不教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文，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即其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无著性状，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之不乱，即不生其行。愿者要依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我们发愿，每一个人的愿都要跟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每一个愿都相应，这个才叫做发大愿。心行愿三，如定三足，缺一不可。今已尽所有一切亡灵，当地现前一念。本自圆相，心行愿，愿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者但是本性光明显化呢。